哥，听说你怀孕了，我来看你了。春哥，你怎么了？要生了吗？我不太舒服。春哥，你这也太烧了，等着我，马上回来。难受，我是要死了吗？真哥，坚持住，我买来了。还好我跑得快，不然你烧退了怎么办？等我好了，我一定要去狄大人那里告状。我回来了。元芳，你怎么能这样？还是云英对我好。真是的，吃烤串也不等我。Hello。It's me。 情节需要，请勿模仿哦。打算整成什么样子啊？他喜欢什么样子，我就整成什么样子。